解说不太专业，声音有些猥琐，我的吉他为您来调，只为您的下方等一下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龙德为您带来的坦克视频解说，这来自于萌的什么啊，我不认识，你们自己看字幕啊。前面是秦始皇与海啊，他们俩搞基嘛。这个他开的这个 T71 地图是鲁别克冬季啊，标准模式我们在下面的出生点位，然后看他是怎么搞的、啊、这可是十级房。哎，当然他要骚也骚得起来，关键看他怎么操作，对吧？哎，就像中国的校长啊，到了国外去乱来妹，去乱搞妹子、啊，也不一定被打死嘛啊！只要你跑得够快，对不对啊？只要你有吹佛的那个武力，哎，你还可以拔掉无情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但是你如果是个正常人啊，你绝壁就会被弄死啊！不过你们放心啊，哎。党员里头没一个是正常的，他们自己都说了啊，咳咳啊，我们啊那什么人啊是这个咳咳啊，不好意思、啊，嗓子有点不舒服啊，是那个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，哎，吓死！哎呀，哎呀，确定不修腿走人？修复，前进！哎呀，好怕呀！半管血就没了，妈蛋呐！哎呦！哎哎，不要追着打呀！我操，这造不了。往哪儿走啊？现在把他打迷茫了。本来该他骚一把的，那想了想，哎，现在自己换一下弹，思考一下人生啊，漫漫长路，哎，撸一发可好？看到了对面的七幺，救！哎哎，救！我们重创目标啊，漂亮！哎，你再来啊！进来嘛，啊，不来了啊，学乖了，知道这个窗口不能站人了。哥，你是小车，你得上去骚啊！你怎么能一直在后面不动呢？啊，这你没。我操！他们的白云居然要顶出来了，火炮呢？炸他一下！哎，现在反正就搞得他非常胆小啊，不敢动。干嘛要到城里面去骚一下？哎呀，不得了呀！好了好了，骚起来了，骚起来了！哎，作了一个死啊，作了一个死。哦，好像击穿了，我们痛击了敌人，装甲被击穿，好像击穿了，我们你还能活下来吗？打掉了，他居然就活下来了，真的感性，我靠，刚才老夫一下把嗓子给清干净了，哎呀妈呀，这酸爽啊！快他妈的跑呀！救命呐、啊！哎呀，哎哎，跑掉了，跑掉了。好了，好了。啊，这流氓活下来了。果真比我的水平高多了。我现在的话早死了。血量那么低，你站在圈里不动可好呀？哎呦！
因此你血量你的血量那么低，就不要在就不要杵在门口了，等着出事了。打得漂亮！哎你妹！敌人完蛋了！他就不能正常点？一口血，结果对面不知道为什么就把自己给送到只剩下这么几个人了，然后这个七幺跳出去浪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人头可以捡的。哎呀，看到了，一只鸡萌的，打得好。哎，你们这时候管子就这么快？哎，真是人生如管，如果无痕呐、啊！挑弹！哎，打得漂亮，宝哥！打掉了。只剩下了一个查查啊，查查在里面跟谁打？那是183。哎，他把183给干，只要183一炮没干死了，那他就可以啊，噼里啪啦。我操，你感应伤，他血量那么多呀，哥！我操呀！啊！哎哎，偏了一发，呀！发现目标，呀！打得漂亮，哎呀！打得，哎呀！骚爆全场啊你啊！你之前为什么不骚？我靠！你看你这水平啊，还编尸体！哎，那最后给大家说一下，有需要制作视频的是可以通过 QQ 箱来联系到 QQ 箱是7678555@QQ.com，有微信的同学记得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。那么这一期的视频呢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再见。